我特别不喜欢就是被约束的这种感觉啊。哦，大男子主义不行，我觉得朵朵适合大智若愚型的，大智若愚也不行。我讨厌男生在我面前装傻哦，然后太小心眼的也不行。那什么行呢？什么行？太精我也不知道什么行。像大哥那种吗？啊，大哥是谁啊？就是他们不是在说男生吗？我发现脸红嘞，朵朵。哎呦，所以。我们就是刚到酒店的时候，然后那个造型师姐姐坐在你和那个大哥的旁边。造型师姐姐啊，真的吗？然后她在你们旁边，然后她就默默地坐到了我们旁边。哎，怎么过来了？她说就是她就啊什么？她说感觉你们两个像就是有自己的小世界，像情侣，像过日子似的，过日子，确实在过日子啊。对，之前我们去吃东西，然后呢，大家都自己吃自己的嘛。然后呢，正好他和大哥坐在我们对，坐我对面，然后就看他们两个人非常，就好像很自然的，就一个人就夹起东西就开始喂另外一个人。哎呦，特别羡慕，是不是有点什么？就是啊，就是太自然了，才就是对啊，因为平时都是这样子喂的呀。因为自己很正常啊，你们不会这样子吗？不会啊，我只会如果徐涵在吃东西，我只会直接在他碗里抢来吃啊，或者是放我碗里。我也有，我也有在问喂娜娜和刘佩欣啊。非常感谢那个我得水痘的时候在我身边照顾我的成员们。好了，现在没有说谁宠你呢？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，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。其实就是，对的，大家都很宠我嘛，因为我作为，哎呦，大家都很，你们想听啥？我觉得我对亲戚们好冷漠，我都直接跟他们说。对，所以你就直接2月14号回来跟那些过情人节去了。啊？这个我一定要解释一下，我一定要说一下，从来就跟我们说他和大哥去苏州玩那个什么密室逃脱，对，吓死宝宝了。然后最搞笑的是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两个人因为不够嘛，密室逃脱好像几个人一起，然后他们就随便跟陌生人一起组了个团，然后就进去了，然后门一关，你们是不是陆婷和冯鑫总？有一次我去找朵朵帮我拼那个拼图，然后去找朵朵的时候，朵朵一直笑着说不能开门，不能开门。我说为什么不能开？他说反正是不是你等我一会儿。然后我就说不行，我现在真的要找有很紧急的事情，然后就进去了。然后进去以后在里面坐着，然后朵朵就一直在那里坐立不安，然后神经兮兮的一直在那笑啊笑。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，过了一会儿，大哥从床底下钻了出来。你们干什么？为什么要在床底下？陆婷能够更开心，然后有朵朵的陪伴，不是有我们的陪伴，对，有我们的陪伴。对，然后就今天早上就是吃早餐的时候，然后就感觉就是那一瞬间，我就觉得陆婷真的很幸福，不是。朵朵真的很幸福，在陆婷的圣诞季的时候，就是早上，朵朵上来嘛，然后陆婷马上问吃早餐了吗？朵朵说没有，不吃。然后陆婷二话不说下去，马上拿了包子和热腾腾的粥上来。然后你这样把我说得很不堪耶，搞得我很奇怪的一个人。没有，就是觉得就是。二话不说就做的那种，我觉得谁都是这个样子。兰姐，你要没吃早饭，我也帮你拿。不是，意思就是他意思就是你把他说的太瘦了，说的公益一点，下次。好吧。那你吃好了，回我大。哎，大哥，你要带朵朵去荷兰啊？所以我们要做一点事儿。
很小很小。我这两个人走到中间的时候特别有戏。对，来，我们两个生活中模仿一下，一二三。而且我还要爆料，这是舞蹈动作。我还要爆料，大家看他们的耳朵，他们一个人带了一只，其实是一对的耳钉。是我们从前面节目里面的拉下来。好好好，不用解释。前面节目昨天哭着求我，让我把他们那个带上，然后我才勉为其难带上。本来是这样的，我哭着呢求红云朵一定要带上我这个耳环，结果呢红云朵就说啊那好吧我戴了，结果呢大哥哭着求我前辈停啊，你一定要把另外一个耳环给我啊。这个确实是大哥是这个确实有点造次的，我毅然决然的站普攻。不要这样，没有，是怎么不要这样？这是演唱会，演唱会不要搞我们了。对对，还是说说的是爱恨的泪这首歌，不管你是怎么想的，我们是为了观众。今天天不错，来这都不认错啊！哎呀，宝贝，我转了啦！날씨 우린 뭐 할까